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开心相对论，更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撕心裂肺，对不对？对，婚姻带给你的伤害，啊，把婚姻当成饭票，这是封建留下来的陋习。我们在意的是你们的态度，你要娶我的诚意。说好的幸福生活呢？你不要把家里的怨气拿到我们节目来讲，好吗？这样子很没道理哦。每个女人都想要一场完美的婚礼，这是自己的梦想啊。奇怪，怎么听你说，我们大家都同意了呢？同意了，他点头了。好开心哦，好开心的感觉，真的回来了。各位可以洞房了。你对男女相处之道有深刻的体验吗？非常棒的狗血剧。你的情感生活有刻骨铭心的故事吗？十里春风吹死你，我也不回头。开心相对论第二季节目，广邀各界好男好女共襄盛举，成为素人嘉宾。我忍你很久了。或直接到节目官方微博报名。本节目由不凡驾驭超快感，四海八荒最耀眼的奇瑞瑞虎7 Sport SUV 驾控专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赞助播出，口活健康，信赖三金西瓜霜。奇瑞瑞虎7 Sport SUV 驾控专家冠名播出。太开心了！哎呀，终于看到关泽了，好久不见你啊！错！哎呀，看到你就想到那个了嘛，对不对？想你的夜。进修堂主关喆，开心帮实力唱将，一首《想你的夜》成为无数受伤男女的心灵良药。中国新生代创作人、音乐人，凭借其独特的嗓音魅力，受到万千男女的追捧。这个是真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对，遇过才会唱出这样的感觉。没错，撕心裂肺，对不对？对，婚姻带给你的伤害。啊，没有，对他的前任啊，你结过一次婚？啊，没有了，前女友，因为这首歌我结婚了，我的现在的太太非常感谢我的前女友，这样的歌让大家认识到我，她也认识，通过这首歌认识到我，所以都非常感谢我的前女友。哦，感谢前女友的栽培，有没有？对，有错。然后呢，现在是等于有几个宝宝？有两个 BB 了，两个啦，对，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今天聊婚姻，你来最棒了。好，再次欢迎关喆，掌声给他鼓励。哎，来看看我们波波堂这一边的降妖精。进修堂主降妖精，开心帮情感专家，本名吴玉南，从事两性教育多年，深耕熟知男女之间相处之道，引领众多男女走回正常情感路线，以改善中国人婚姻幸福指数为梦想的情感女专家。关喆他跟你一样，他生两个小孩啊，也是妈妈，而且他才生完小孩第50天，对不对？好像我也不知道到没到50天，我是5月13号生的。怎么那么快呀？金牛座很好哎。而且你一出门把孩子的便当带出来，那他吃什么？对呀，饿坏了，挤奶带回家。我觉得母亲喂奶是特别全世界最美的画面。我呢，是真是如此。对呀，母爱。我
吃母奶啊，吃到五岁。哦，哎，哇，那很晚段呢。对呀、啊，不是，小时候是为了要果腹，哎，大一点的时候是为了兴趣。刘小维，哦，网络上的讨论度很高啊！你，可是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这期让我来，因为我完全没有过婚姻。哎，你，我们也没有啊，没有啊，对啊，没有吗？我们没有啊，他们坏了。汉典为什么不结婚？汉典不是，我觉得今天是很好啊，因为我就是要来这边这个聊婚姻嘛，聊婚姻。因为有时候有些妈妈会聊一些育儿经，育儿经。那我们没有孩子，那怎么办？那就聊，如果有结婚的人就可以聊婚姻经嘛。对、啊，婚姻经，什么经？对啊，就聊一些婚姻的东西呐、啊。你是死妖精、啊！妖精在这里。好的，我们有十宗罪。十宗罪。开心相对论每一期帮主吴宗宪会带领着棒棒糖和波波糖的男女帮众一起讨论男女生活中争议最多、矛盾最大的一宗罪。男女堂口各会用控诉短句和辩护短句来表达观点，并在现场进行激烈的男女宫斗大战。失败一方将接受严厉惩罚。看官们准备好了吗？男女宫斗大战即将开始。来，你怎么看婚姻？我感觉婚姻是一个彼此双方非常要尊重的一件事儿。尊重。而且怎么讲呢？婚姻是需要两个人不断的经营，因为没有两个人天生就是合适的。是。我希望爱情、婚姻一定要嫁给爱情，而不是婚姻嫁给一个家庭。刘伟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其实我对黑姻，我对婚姻有很多看法。对黑婚姻，我对婚姻有很多看法。以前常常说，如果男生不承诺女生结婚，就是耍流氓。啊、哦！但是现在其实不一样了、嗯，男生承诺女生结婚，那就是异想天开。嗯、哦，哎呦，异想天开太难结了。异想天开啊！来，汉典呢？我认为呢，现在很多女生之所以想要结婚，并不是真的想结婚。啊，那是什么？他们是想要透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改变自己的人生。哦、OK， 来 Face。虽然我没有结过婚、嗯、但是呢，我想说结婚绝对不是女人变成黄脸婆和唠叨婆的风水岭。 哎，你如果要想男人不变心，首先女人不变脸，要想男人不外跑，女人别做祥林嫂啊。祥林嫂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来，你觉得婚姻对你的角度而言是啥？我觉得婚姻对于女人来讲是最最最最重要的选择，因为你的父母将会离你而远去，你的孩子也会离你而远去。哎呦！但只有你的爱人才会长久的陪伴在你身边，所以这个选择真的是太重要了。你是不是有产后忧郁症？出来，加油！这个很多产妇都会有产后忧郁，我已经好了，难免会有，对不对？要往好的地方想。治好产后忧郁的办法是什么？吃什么？你没问我，我就可以告诉你。吃什么呢？就是知道你有多大的任务。你想想看，孩子才这么小，他没有你的话，那怎么办？嗯，所以你是他的全部。对，对不对？汉典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会考虑养一条狗。你要找到可以替代的地方，你不要通通把自己往那个不好的地方摆。来，婚姻对你是什么？婚姻呢？痔疮，痔疮，痔疮，痔疮。原来你有啊！要修啊，是有痔疮。就像一双鞋。哦，就像。无论是什么鞋，都一定要合脚。哦，适合最重要。对啊，像丫头这就太松，对不对？有一点。不合脚，每次都找到不合脚的男人。对呀、啊，真的是来。我觉得其实没有不幸的婚姻。都是不幸的夫妻。对，我觉得把老婆当保姆的男生都有精神残疾啊，这么严重啊。来，萌萌，我是还挺期待婚姻的。怎么样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女人不能为了结婚然后就放弃自己，青春还是需要打理的，需要关注，需要呵护，这样你的青春会放慢脚步，如果你要忽略它就会溜走得很快，就像他说的变成黄脸婆。
对，变成一个黄脸婆那还得了？各位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首先有哪一个堂口要进行控诉呢？请按灯。Yeah！ 好，来，汉典。我来，我先来控诉一下。你说，我忍你们很久啦。现在女生呢，结个婚要求一大堆，动不动就要要求要有多少的彩礼，哦呦，对房子、对车子，还有结婚的形式都有各种的要求，所以现在抢劫不叫抢劫，那叫什么？现在的抢劫叫做结婚。结婚像抢劫啊，要求太多了，女生哦。好，咱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控诉短句，来。每天跟我做，天天时刻钟，加油努力坚持，再来一遍。不行了不行了，秋佳，我太累了，我做不动了。哎呀，你不要偷懒呀，马上就要拍结婚照了，一定要美美的，瘦瘦的。好。只要能娶你进门，我什么都愿意。到时候八抬大轿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我也知道了吗？快躲起来！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没有没有，肯定是你幻听了。我跟你讲啊，八抬大轿已经过时了。我要八辆奇瑞瑞虎七 Sport 当婚车，很角色，要不凡，假行专家。哎呀，这样才够风光嘛！哎呀，秋香，你果然品味不凡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真的吗？真的。再怎么说，秋香，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我相信你不会做出什么无理的要求的。你有没有听到？就在刚刚，就是刚刚有一个，没有没有了，哎，你别打岔啊！我还要100万两白银，100万！啊，我累了。婚房呢？我要二环内的四合院，而且房产证上要写我的名字。我们来一个水下婚礼，你看怎么样啊？水下？对呀，我们把所有的宾客都让他们穿上潜水服。怎么样，是不是很浪漫？秋香，你别胡闹了，我们现在是明朝，哪里来的潜水服啊？妈妈穿呐，别担心，你爸早有准备。去，我不理你了。秋香，我不理你了。哎呀，哎，不许动！救命啊！你走，我是你爸，你跟着我演就好了。你别乱来啊！你放了秋香，我告诉你，你要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唐伯虎对天发誓，只要你放了秋香，我什么都答应你。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很简单，是什么？我就想，我就想参加一家水下婚礼。水下婚礼？奇怪，现在的坏人都不要钱了。你甭废话，你是发了誓的，你要再不答应，我就一剑杀了他。别！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好，我最近要结婚了，我就办一个水下婚礼，按你的意思去办，好吗？哎，你看有飞碟。哪里？哎呀，我砍死你，坏蛋！老头子！不要！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鬼，我刺死你！秋香，我已经把坏人都砍死了。爸，你别废话，快救人啦！爸，妈，妈，我不是故意的，怎么会这样呢？掌声鼓励。彩礼有时候要求太多，男生负担不起，这种情况很多。波波糖同不同意我们棒棒糖这边的控诉？不同意。不同意是吧？进入男女公斗。默默，你先说。来，我觉得。每个女人都想要一场完美的婚礼，这是自己的梦想啊！奇怪，怎么听你说我们大家都同意了呢？同意啊，他点头了。同意了，有没有？这声音怎么能不同意？而且好像穿着婚纱来的。而且这蛮有道理的，慢慢说，慢慢说。就是一场，我都忘了。反击了，反击了！哎，怎么样？你该不会站起来说我同意你所有的？我同意，不需要这一部分。很多女孩子结婚呢。总想告诉别人我很幸福，我老公对我多好，
都是想告诉别人怎么高调，而我感觉呢，我想告诉我太太说，我对你多好，我希望你先感受到，你先明白。比如说，我给我老婆最好的蜜月礼，我们俩结婚没办什么仪式，是，婚礼我办了一天，我带我老婆玩了14天，马尔代夫，对，玩了2个岛，很漂亮。哎呦，我婚礼办了2桌，花了4万块钱，1桌20000，大家吃好喝好，两个家庭，就家庭成员，自己家人分享。家人，我去旅行带我老婆花了40几万，哇，花大钱啊！一个婚礼的仪式，就是劳民伤财，做的样子都是给别人看的。自己的快乐是自己心里要体会到的。哎呦，我说的太棒了，有没有看到？来，妖精，来来来。结婚的意义更多的是在这个仪式背后，女人身份的一个转变，一个浪漫的婚礼，是向我所有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所有人，我嫁得很好，你很爱我。然后同时也是告诉你的家里人，你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你很爱我，你很重视我。嗯。以至于让我嫁过去，我是会得到足够的尊重的。就是我觉得，在我国举办婚礼，哎呦，简直是两个家庭的渡劫。怎么会这样呢？你看啊，我们订好一点的酒店，最少要提前1年以上。嗯，对对对。拍个婚纱照，最少要提前半年以上。对，然后拍完之后呢，一辈子都不会再拿出来看。对，这是最关键的。到了结婚当天，那是最惨的。你未来的老公，他要被灌下各式各样的酒，哎呦，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更夸张的是什么？更夸张的是，在婚礼当天还会闹新郎，闹伴娘，现在还有闹公婆。啊，闹公婆，闹公婆都有。哎，听起来比较像闹鬼。不如这样好不好？我们来闹闹新娘，闹闹新郎也来一下。哎呦，都闹了，好不好？站好了，我挑汗点的，好挑我是不是？外套脱掉，外套脱掉，出来。那我，你们就随便挑，因为我也不方便挑人。怎么挑都怪怪的嘛，对不对？很奇怪。哎，站好了，哎，妖精好了，妖精，对不对？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闹你？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很正经的那种结婚。真的，真的那么正经啊？肯定要闹一下。来来来，你要闹一下啊！哎，新郎新娘进场。哎，这边这边这边。哇，借用一下啊，左边的裤管进去，啊，右边裤管出来，好吧？玩这么大啊？来，尴尬呀，咋的了？停，开始。真的假的？要小心了，可能老公看完，可能就选择有点新想法了。我们快点重现，快点快点，闹动，汉典状况，汉典你要小心啊，汉典上面一点，对对，上面汉典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放松，对，松，我们只要不要想太多，对，想想我，汉典闭上，想想我在现场，哎呦，没有，这什么东西啊？没事，你好像有点反应，没有。唇膏了，他有反应也看不出来的。对了，我们要重现婚礼现场了哦。啊！有，出来了，惨叫声！这个表情很重要。有了。好，成功绕过去了。各位，我们曾经在婚礼里面乒乓球进去，从那边出来，就出来的不是乒乓球，是什么？听到了一声惨叫。恭喜完成，谢谢。啊，谢谢邀请，请坐啊。再来，再一位，再一位吗？再一位，那就萌萌了。好。伴娘。对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要不要我示范一下？怎么玩？这还是刚才那个吗？从袖口进去。我啊。然后从另外一个袖口出来。就快。好吧，可以，我们有慧根，不用示范。来，但是这一次是你穿越他，当然是你啦。没有了，不要闹了，投进去，筷子来。哇，好像一个筷子有点冰啊。哎呦，表情啊！哇，先不要，汗点要矜持一点哦。
你干嘛咬嘴唇干什么？我觉得非常的美，这个包也出来了。好，既然你们通过我们的考验，在经过我们一关之后，你们就可以洞房了。各位，把我们的小苹果拿出来。这里有一颗小苹果啊，那么你们两位要一起把它这个咬下来。哇！两位，请准备开始。看点好开心哦，好开心，感觉真的回来了。哇！应该这样问他们，你们到底想不想亲？我没动哦，我真的没动哦。哎，你们。汉姐真的太凶了，因为我那个牙套不太方便，因为我有戴。那你固定住，让萌萌咬。啊。哦。不好咬，不好咬，那个不好咬，真的不好咬。两位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有没有看到？那包。哎呦，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大家玩的这么开心，忘了我们在想对的是什么？彩花，你说。我又说嘛，其实婚礼呢，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是吗？我们呢就想要让两个家庭聚在一起，大家开心的吃一餐饭，然后呢就想要的那种就是又特别又精致的婚礼，不是就是一大群人什么吃吃喝喝，哎，来喝杯喝杯喝杯什么的那些。来来来，刘维。我今天特意调查了一下，关于男生如果结婚的话，就正常二三线男生结婚的话，他们要准备的聘礼真的非常的昂贵。二三线城市，各位女士和后面的女士，请听好啊，一个男人多么的不容易。你说，一个二三线城市的男孩要结婚，首先房子65万，打底60万。装修加上家具家电25万，哎，彩礼8万，钻戒加3金加改口约2万，酒席约6万，婚庆司仪2万，婚纱照1万，其他约1万，总价110万。哦，也就是说，一个男孩如果一个月工资1万，他每天不吃不喝，9年才能攒下来110万。9年才娶一个老婆？对啊，这根本就是买老婆。我觉得彩礼呢，它是一个传统。丫头，如果你真的要讲彩礼的话，我告诉你什么叫彩礼。彩礼起源于卖女儿，有些地方就直接叫做身嫁礼。这个是就等于说是把婚姻当成饭票，这是封建留下来的陋习。哎呦，这个我们不提倡的。你懂那个意思吗？不懂。哎，女人不是物品的，难道要在你们身上贴标价吗？有道理，你不给彩礼，我才不理你。对，可以。来来，邀请来来来来来。刚才啊，各位男生呢都在说这个彩礼有多么贵，这个彩礼多么贵。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在意的是你们的态度，态度，你要娶我的诚意。而并不是所谓的那些物质上的钱之类的东西。对呀，我人都给你。对呀，我人都给你。我们不在意那个，我们在意干嘛？要一个彩礼呢？对呀，一个女人啊，真正的爱上一个男人之后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硬性要求。对，你现在男生呢，跟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可以没钱，你可以没房子，什么都行，但是你得努力上进工作吧，你得让我们看到未来的美好生活吧。有。但是你们呢？回家坐在那儿打游戏，对于工作懈怠，不学无术。说你呢？说好的，咱们说好的给我幸福生活呢？说好的幸福生活呢？你拿什么给？你不要把家里的怨气拿到我们节目来讲，你给这样子还没搞懂？这想怼论，你是怼我们，你怼你老公的事，你不要再讲了。对，太坏了。在说我们，我们都不一样的人。在说谁？我是在说一个论点。你老公为什么是脏？为什么不找工作？你老公为什么？为什么爱玩游戏？为什么老公？为什么老婆才生2个月孩子就让他上节目？对，好惨啊！对，什么老婆？你还约在度假吗？花了得。对呀。他的姐妹妹，我错了，他的抑郁症又起来了，狗血了，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天哪！哦，还有，请说。哎呀，然后呢？从来不会有一个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钱呢。哦，对，只会你又穷又贱，有没有？那我们会因为什么分手呢？
是因为你不上进而绝望，最终走向分手。我要为男生讲一下话，我们男生并不是敷衍婚姻，也不是说对你们不好。我告诉你们，几乎呢，所有在这个结婚上面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姑娘，都会说一句话。什么话？这个话太重要了。我这一辈子就只结这么一次婚。好了，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呢，有很多的无理的要求、愚蠢的要求，都必须要被满足。汉典哥，难道你希望你以后的老婆跟你说，哦，我这辈子不会只结一次婚吗？而且幸福不是耳边的敷衍，幸福是要用行动来证明的。就像如果今天我饿了，你会说你要带我去吃宵夜；如果我说想兜风，你会说你开奇瑞瑞虎的汽车来，七十破的汽车来载我去兜风。如果今天我想要办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你却不愿意办的话，你要我们女方怎么愿意把一辈子交给你呢？我跟你讲，不要嫁给他，他不会不嫁给你。哎，不要这么黑，我们也快成功了。来，刘伟，我跟你讲，丫头，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幸福？你知道吗？我很幸福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幸福？你的还不幸福呢？你的头颅和面线上都写着你不幸福。面线，面线，他脸上长面线，我也不知道变怎么了。钱重，钱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说的黑音，我对黑音黑面线上就写着你不幸福。这牙套脱掉了。最重要的是兜里有多少钱，这个男人是不是愿意把所有都给你？而且婚礼真的只是一个婚礼，它不代表幸福。所以说，幸福不是婚姻，幸福是 memory。It's a memory。哎，来彩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真的不对，我们不是说要花什么很那个很多钱的婚礼啊，就最重要是温馨嘛，最重要是开心嘛，是吧？所以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啊。我觉得这样的婚礼是要刚刚好，明白吗？是要刚刚好。怎么才叫刚刚好？刚刚好就是两个人觉得。有3万，我们办一个1万的婚礼不就行了吗？你对，他办10万的婚礼，那不就扯吗？但是你们就觉得我们要求很多，所以就是说你们这个态度就是敷衍，你们就不想办一个很好的敷衍很好的婚礼。彩华，敷衍，没事，敷衍少要求点吧，要不你看现在还没嫁出去。别关喆讲话太过分了，不可以冷静啊！什么到现在没嫁出去，搞不好将来永远都没嫁出去。不要冷静，好，各位，到底女生结婚要求多，还是男生对婚姻太敷衍了呢？来，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辩护短句。萨瓦迪卡。敢问兄台，结一次婚大概需要多久时间？从婚前策划到婚礼执行，至少需要1年呢。一天怎么样？奈，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快的男人呐。一点红包不成敬意，哎，兄台笑纳。哎呀，不要红包，不要红包，奈。兄台，我是这个意思啊。等会儿我的未婚妻过来看，你就给她提供所有的选择，但是她每挑一种，你就说没有了，这样她就可以完全听我的了。奶，多谢兄台。妈妈，我来啦！来了啊，记得我说的话啊。哎，念慈在这儿呢。念慈啊，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咱俩的行李呀，我决定要住在这里了。服务员，给我们开一个大床房。啊，大床房。没有了奈啊，那标间也行啊，标间也没有了奈，我们只有8人间上下铺奈。哎呀，念慈啊，真的是太不幸了。要不这样吧，咱们一天之内把婚礼的所有的事宜全部定完，你看如何？一天？那怎么可能？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来，让我们试试吧。哦，好吧，那不然我们就开始挑我们的婚戒吧。婚戒？我听说这里的婚戒有1000多种啊。是吗？啊，对，我们是有1000多种啊。都还有货吗？都卖完了。来，卖完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定制。哎，定制款。定制有什么款式？让我来看一下。
不过定制款太久，需要等一个月，赶不上你们俩的婚礼来。那婚宴呢，康康？婚宴，要不这样，沙县小吃怎么样？不行不行。那通县的呢？不行，庄县也行。康康啊，快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没钱了？是啊，念慈啊，我要是有钱，我一定给你办一个堪比春晚的婚宴。真的吗？那没问题，我有钱啊。那我们就来办一个比春晚还厉害的婚宴吧。哎呀，我一个大男人，我有钱，我有钱啊，我有钱。不行不行不行，我一个大男人不能要你的钱的。那你可以找卡卡代呀。你没有听过一句古话说的好吗？没钱谈恋爱就找卡卡代，他可以让你的信用卡满血复活，而且呢费率低，通过率高。最重要的是呢，他放款快哟，可以及时赶上我们的婚宴了。真是太好了。对呀，服务员，哎，赶快把你们婚宴前100名都拿来给我们试试看。前100名都在啊，你看前。都定掉了奶，你是不是故意找麻烦呐？我要投诉你！不，大姐，都是你老公，都是你老公，他穷，他嫌弃，他嫌弃不肯花钱，跟我没关系。哎，他血口喷人啊！他平白无故污蔑我，我要投诉他。杨康，都是你搞的鬼，这么敷衍我，这个婚我不结了。哼！念慈，不结了，不结了。好的，刚刚这一段的辩论影片啊，让我们这个内心非常有感觉，马上进行我们1分钟激辩。1分钟激辩，蓝玉堂口各派出一名成员进行1对160秒激烈辩论，本环节谁能更占上风呢？来，棒棒糖派出哪一位？要不然就我吗？关老大好了。哦，那我们波波糖这边呢？我好，丫头，就你一下，来，请到中央位置。其实我最害怕听到丫头的声音了。他很难对耶，难道我就不怕吗？好，两位，1分钟交给你们了，开始。我们女生呢，只是希望在两个人的能力所及范围之内，然后达到一个最完美的婚礼。我们又不是要花你们的钱，我们女生也会出钱。太短浅了，男生不光是要靠婚礼，要花很多钱，还要花很多钱，要看多事，知道吗？若要为女人想到很多很多问题，不光在婚礼办婚宴，体验上一个需要，我认为在婚姻当中很多地方要谦让。我跟你讲，在生活当中很多地方谦让，女孩，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怎么样？我先让给你，给一个缓和的机会，并不是冒犯。不光考虑到现在，还考虑到以后，结婚以后，结婚以后，我们生活的地方照顾自己，照顾孩子，我们都要想到每个人的地方，地方考虑，为对方去谦让，为地方去忍耐。时间到，关谦，关谦，你弱掉了，你不会吵架吗？关起来了。你跟老婆吵不吵架？不吵架，不吵架。好男人，老婆说什么都是对的。我感觉真的是老婆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哎，但是我认为一个男人。对婚姻来讲，一定要用心的去经营它。对，通过一个合适的方式讲道理，让女人明白，男人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结婚。哎呦，说得好，来，请坐，请坐，请坐，站得好。好的，那么刚刚是棒棒糖对波波糖的一个控诉，他的控诉，你们是否同意？准备投票了，3、2、1，请投票。两堂口的相互控诉是否成立，由现场100名观众投票决定。网友支持方将额外增加30票，与现场最终得票数相加，分数高的获胜。失败堂口将选出一人接受残酷惩罚。恭喜控诉成立。男生5票，女生45票。有没有跑票的？男生投给女生的，来。
首先，我投给女生绝对不是因为喜欢丫头啊，那个。一般男人都是想反话的，主要是因为男生对于婚前筹备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的太敷衍了，然后女孩子在婚前挑一件婚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男孩子应该尽量满足女孩子的一些想法，男孩子有这个心意在，女孩子也会满足嘛。哦，对，是说的有道理。来，女生有没有跑票的？穿婚纱的这位，好了，来来来，哎呀，是我的粉丝哎，哎呀，那上面是什么？哎呦，天哪，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上面你看啦、啊，中线看我啊，有没有？建哥要跑票，对呀、啊，建哥要跑票。你为什么要跑到男生这边？因为我觉得现在女生确实是要求很多，就是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结婚的话，固定要求是非常多的。如果不给的话，真的结不了婚。这么严重、啊？对，两个人相爱是最重要的，当然。但是没有面包哪来的爱情呢？是吧？如果我跟你裸婚，你能接受吗？能。如果我跟你裸婚，你能接受吗？他要的是你的人，好，要的是我的人。来，网友这边，他们有问题要问男嘉宾。啊，如果你爱上一个人。爱上的这个女人呢，她是一个极端的丁克，而你必须要传宗接代。天哪！那你会选择跟她结婚吗？会吗？我会。为什么？因为你在好像在说我啊，对我三代单传啊。然后我太太当时结婚的时候也是说，怕小孩来了会影响爱情。好，这个时候就要动一点这个脑子了，去想想怎么说服，怎么去说服她。你不能硬来。硬来肯定是没有效果啊！不硬来怎么可能生得出来？刘伟，怎么，你接受吗？我接受，因为爱他就是爱他的全部，我可以跟别人生。哎，这是真的啦！你也可以去代孕嘛，哎，代妈妈不是他而已啊。等到他想要的时候，我再把孩子接过来。我说，这才是你的亲妈妈。我应该是不会跟他结，因为我太爱小孩子了。太爱小孩。但是我刚刚听到关老师那么一讲，原来可以用硬来的。硬来。那我就用先结了。是。然后硬来。对。用这个方式。硬来，哎，来 face。我其实会比较尊重他，如果他现在不想要小孩，那就不要啊。哦。对吧？那就我认为丁克都是暂时的，真的。对对对对。真的。好的，接着下来我们波波糖这边有没有控诉的？请按灯。哎，你怎么样？我。你们男生结婚前把我们当公主，但是结婚以后呢，把我们当保姆。没有，这连我都听不下去。对，我们是婚前婚后都是保姆。好，没关系。究竟男生是不是婚前把我当公主，婚后却把我当保姆呢？一起来看看我们这边的控诉短句。王子啊，王子，你听我说啊，灰姑娘，王子，灰姑娘，王子，哎，够了，你什么时候把我另外一只鞋还给我？有的时候我都分不清楚你到底是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喜欢我的鞋。我当然是喜欢你的人啦，我只是想亲自为你穿上。走吧，我带你去见我的父王。好。父王，我带灰姑娘回来了。哎呀，欢迎！父王您好。哎、呀，这小姑娘懂礼节。哟，这手真大，比你母亲有潜质啊！就拿一双鞋，还那么脏。走开，不换了。哎，来，坐。哎，你们家这个保洁阿姨很专业。哎，阿姨，能不能给我留一个您的电话号码？以后我们家打扫卫生也找你。哎呀，干活去！是我妈。没事，先坐吧。哎呀，别管他，来，坐。去，你做什么？活都没干完，干活去。去。父王，天啊，我带了客人回来，
又是情人节的，你别让母后干活了。啊，行行行，来来来，坐坐。来，母后母后，你歇着啊，反正这些活都是你的，你今天不干，明天还得干。哎，不要管他。哎，父王，今天是情人节，我有礼物想要送给我的公主。哦，好。愿你娇嫩的双手可以得到保护。哇，你对我真好。哇，看什么呀？你也有，你也有。哎，我也有礼物。来来来来来，哎。戴上，戴上，戴上啊！干活卖力一点，知道吧？王子，这个真的是你母后吗？是。哎呀，当然了，这女人娶回家，就是要干活的嘛。来来来来来，祖传的戒指，戒指，快快快！哇，我们家祖传的戒指，现在的给你啦！快快快，谢父王，谢谢父王，给你公主戴上，戴上。哎呦，哎呀，来来，这个这个来，我的公主。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还有几件传家宝要给你。还有？哎呦，传家宝，我拿好啊。啊？这个，我的公主啊，以后城堡里的卫生也有你的一半，你跟我的母后一起分担。我这里还有一本书要给你。我那个，就是这本，来看看。保姆培训手册。哎，对了对了，保姆守则第一条：少说话，多干活。没错，没错，没错。哎呀，哎呦，姑娘，灰姑娘，哎呀，父王，你的保姆啊，哎呀，父王。棒棒糖这边，你们同不同意他们的控诉？同意。好，不同意，马上进入男女宫斗大阵，看见。Hello， 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敢把你们当保姆呢？哎呦，你们有看过哪一家的保姆呢，会动不动就冲着雇主生气呢？哎呦，然后动不动呢就摔东西，动不动就需要买包包来哄，哎，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把你们当成保姆。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什么？你们不是要我们把你们当成公主，你就是要我们把你们当成祖宗，祖宗，祖宗，祖宗丫头。你看你们男生太可恶了，结婚前呢去哪里都顺路，结婚后连一起回家都不顺路了。结婚前什么礼物都送，结婚后连个屁都不送。所以我们在结婚前呢，我们一心以为嫁了自己是王子，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结果呢，结婚后根本就是为你们做牛做马。哦，不能这样讲。哎，就我跟你讲，怒了，他怒了，大错特错。如果不要来侮辱我的美。我不是你的 style， 为何天天缠着我？特错，不要来！好了，侮辱我的美，嘿！我跟你讲，喂，完了是吧？没了没了。我跟你讲，一个女生如果生前是公，不是？生前真的？疯了！大错大错，不要没有。如果一个女生之前是公主，她后来变成保姆，说明她本来就是保姆。哎呦，就是我跟你讲，女生有的时候就是目光太狭隘，总觉得自己做牛做马。男生没有做牛做马吗？你们女生从一个公主变成保姆，而男生从一个王子变成胖子。可是你知道这都是为了什么吗？这是为了家庭，为了家，知道吗？以前谈恋爱是谈恋爱，婚姻是婚姻，这是两码事情。我问你。我继续问你，来音乐给上一个诚恳的音乐，诚恳的，这不想你的夜，给我来个想你的夜，想你的夜，来配唱，来来来，我问你，如果我兜里只有32000，这一个月的工资不是35000吗？我这一天给了你一个惊喜，我三万二全花掉了，你开心还是我兜里有32000？我拿出10000给你惊喜，而22000留着我们一起积攒下来，构建美好的家庭。你喜欢哪一个？你32000都给我最开心，是不是？受不了，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
原版，终于知道原版了。哎，你们通通对未婚的唱，已婚的已经搞得有点抑郁症出来了。江妖精，你说，每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背后啊，都有一个坐享其成的丈夫。你们每天就在家里养二大爷一样，是不是？我们白天得上班，下了班之后还得买菜、做饭、照顾孩子。我们容易吗？我们有点公主病。又怎么了？我们痛经的时候让你们帮我去买点什么东西，怎么了？不行吗？痛经买一个东西是最有用的，买奇瑞瑞虎奇。然后呢，我们偶尔撒个娇说让你去干做点什么，我们如果呼来喝去直接说你去给我买个小笼包，你肯定不去，不去，肯定是炸了，是不是？过分，买叉烧包可以，小笼包不干。你看看我们女人容易吗？不容易。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我觉得婚姻呢是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维护。你数来宝啊你。我觉得婚姻呢是两个人经营维护的啊。所以呢，不单单是女方去付出的，男人呢就会越自我，女人越活越没自我。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来，上道具。哎呦，哎呦，道具，哎呦，哎呦，哎呦，那肯定啊。这是男人他的生活之中只有事业跟其他，那女人呢有很多呢，事业、带孩子、老公、父母、美容、朋友、购物、其他、娱乐、健身。你看我们女人多仔细啊。哎，对，已经全做到了，怎么还能当黄脸婆呢？我们根本就不是黄脸婆，是你们一直在说我们嘛。所以就是说嘛，男人除了事业之后就只有其他，女人呢就很辛苦很辛苦的去寻找她的生活。没有其他，对于我来讲其他就是家庭。对，哎，如果所有的男生都像关老师这样，那就不会有黄脸婆了呀。黄脸婆是你自己不修边幅。对，是男人是漂亮的。对，我们也有点毛病，我们确实陪伴的时间少，但身不由己。我们也渴望这样能够多跟家人分享点时光，但是我没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拿什么养家？对，我觉得男人的付出就像总是会提到钱，你们的付出就是每个月交钱，而女人的付出，你婚后的声音还是如此甜美啊。赚钱真的很难，很辛苦，赚钱真的很累啊。对呀，但是女人牺牲了自己的身心自由快乐，包括事业和前程。而且你们男人用生孩子吗？用喂奶吗？有，女人生小孩真的是最辛苦的，知道？男人生小孩只要十秒钟的忍不住，而女人生小孩就在分娩的那一刻，你们能感受吗？来，不能感受，对不对？让你们感受一下分娩仪，拿出来，来来，还有这玩意儿，请问一下这个分娩仪是怎么样来判断？跟女人分娩是差不多的疼痛。听说如果疼它是从一到十的话，生小孩大概是九，对不对？来，四个你选一个。尽量不要跟他对应。汉典哥，汉典哥。陈汉典先生。你要生了。为什么是我？要这样。所以那你就。这里有一个小人，你放哪里？不用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两腿开开，准备投胎。体会一下女人的。要露肚子是吧？不要了。可以的。不是，我现在很怕，因为垫这个小腹这里很靠近那个危险部位啊。我准备的时间，你说可以的话，我再开始好吧？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这样，可以的吗？忍住，一会儿就好了。可以吗？好，可以了，可以了，加油！啊啊啊！哦哦啊哦！才一级，才一级，才一
一集啊，总共有九集呢。哎，你们停下，停下啊！哦，我的感觉啊！加！好像有人在动了，动就不要。刺激了，刺激了！不要！不要！有人一直在动我的肚子啊！快，已经开七指了。好了，好了，真的很严重，冒汗了，冒汗了。哎，已经看到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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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不要！太重了！好，停！手真的出汗了。哎，手全都出汗。他不是生小孩啊，他感觉起来像往生呢。这会影响生育吗？不会，不会的。不会是不是？对，不行，我不相信，我要试试看。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整个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生完孩子喂奶，喂奶怎么样？才是最痛苦的。现场示范。来，你知道吗？要演示一下给我们看喂奶怎样？我关喆吧，因为我演示完你会对你老婆更好。来吧，我就轻轻揪一下啊！别！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干嘛？你要揪哪儿？揪你奶奶呀！不是，我这个不太好意思，这个。两个都结婚的人没关系。对，我们的奶奶，因为我怕我很享受。揪你，不会，你知道吗？那你来吧，来吧，揪吧。啊！享受啊！不是，这是掐人的，这是。但是你知道吗？女人在哺乳阶段的时候，这个胸要不断的被咬破、长好，咬破、长好。哇，可以忍受吗？这么可怕嘞！别气了，你别气了。女生婚前是女神，婚后变成黄脸婆，是不是这样，刘伟？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其实所有的决定都是两个人共同决定的。像你们说生孩子，是在你们的同意情况下说 baby 我想要一个孩子，所以我们才孕育出了孩子。可是后来付出的这些辛苦，我们也是共同承担的。但是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觉得不公平，你觉得抱怨，你觉得我们拿回来的只有钱，可是这钱真的不是一朝一夕那么容易就赚来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 grow up。哦，自己要长大，你不成长，那怎么办呢？来，妖精，婚姻是什么？什么？婚姻是圆角分，圆角分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那生了孩子之后，女人是根本就睡不了觉的。孩子两个小时吃一次奶，一次吃一个小时。然后我的其他朋友就说：“哎呀，你哪有那么累啊？他睡你也睡呗。”你以为我是插销啊？插上就能睡着啊？根本就不现实。所以整个在怀那个生完孩子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是根本就睡不了觉。讲的我们都不敢结婚了，我的妈呀！在这样的状态下，你让我去做个面膜，让我去化个妆，抱歉，我真的没有这个精力，我没有这个心思。好的，男女宫斗大战结束，我们这边棒棒糖也有一个辩护短剧，请看。小鸡激光，耶！姐，哎，我们要的反定位芯片就在这儿，赶紧找。好，走。谁在那儿？小心！姐，其实芯片已经被我找着了。真的吗？我看。你看，这是戒指，约翰。你不会在这个时候跟我求婚吧？姐，你是我的女神，你愿意嫁给我吗？姐，其实真正的芯片在这儿。找到了，任务完成，我们赶紧去结婚吧。讨厌！等，走，快，结婚去喽！回家喽。两年后，史密斯夫妇执行了婚后第一个任务。
安全。老婆上，老婆上不上啊？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哎，这楼太高了，累死我了，让我喘一会儿啊！这个黄脸婆，黄脸婆，结婚以后我就跟你说了，减肥减肥，你就是不听。现在出任务，体力跟不上了吧？哎呀，赶紧找吧，好不好啊？我家里那炉子上我还炖着肘子呢，快点快点，走走走。找到了，老公。哪里呀？乳液。老公，这个拿回去你用，你得快点啊，家里的白糖没有地方放了。我用什么？你用，该美白该保养的人是你呀、啊。知道了，喊什么呀？这是。找啊！啊，好好好。什么人？小心！老婆，你为什么手里拿了一根茄子？大概是把枪忘在厨房了。没事，老公，一样可以用。来吧，来。老公，你没事吧？老公，没事。老公，哎，不。想不到史密斯居然会落入我的手中。芯片在哪儿？啊，芯片不在我们这里呀。嗯。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若是三点之前我没有看见芯片，小心你们的脑瓜子。什么？快三点了？哎呀，超市的鸡蛋打折呢，不行，我得赶紧买鸡蛋去了。鸡蛋，我来了。这什么情况？大哥，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去把他追回来。老婆，怎么办？看我干嘛追呀？你对男女相处之道有深刻的体验吗？非常棒的狗血剧。你的情感生活有刻骨铭心的故事吗？十里春风吹死你我也不回头。开心相对论第二期节目，广邀各界好男好女共襄盛举，成为素人嘉宾。我忍你很久了。或直接到节目官方微博报名。现在给你们一分钟，决定你们的医生，各派一位，一分钟激辩。谁？不然就你刘维了，好不好吧？可以，好，来波波糖，加油加油，糖糖糖糖糖糖。他今天好厉害！哎呦，吵架！哎呦，犀利犀利！开始！你好漂亮，你根本有多漂亮吗？你根本不是黄脸婆，你太美了，为什么你那么美？你根本不是黄脸婆，你作为一个已婚女人，长得这么漂亮，我能说什么？我能说什么？我能说什么？看着你，你给我好好，好好的认真的往我脸上弹个几下，再怎么不脸上，我能，我脾气的好好啊，我都看不开心。你是黄脸婆吗？妈，我不相信，你这么结婚，哇，你真的不是我长得这么美，你一定没有结婚。黄脸婆 ，My God， 哦，知道了。哎，你调戏人家老婆，你干什么？加油！感觉就是很素颜的感觉。把你打回去。为什么要对一个男生？啊！你把我打倒在地，然后你还说你自己不是黄脸婆，哇！家暴，家暴，他打我，家暴，家暴。打了男生还要说自己变成黄脸婆，明明是自己的女的，这么美那么漂亮，为什么要说自己的黄脸婆？你根本不是嘛！哎，策略受伤，你怎么把发言权都给让出去了？太好了，这个策略很好啊！怎么样？厉害！现在又到了投票的环节了。男人婚前把女人当公主，婚后把女人当黄脸婆，你们是否同意呢？三。二一，请投票。控诉成立。目前男生49票，女生51票。来，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跑票的。啊，男生这边来跑票了。你同意女生的看法，只因为你手上有瑞虎7。我有一个好哥们，婚前的时候，他对他的女朋友就是如公主般的呵护，但是结了婚之后，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以他跑票了。来，女生这边有没有跑票？来。好，我很不要脸的说一下，我姐姐。她就是结婚之前还是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女生。但是之后她结了婚，在家就是，头发夹子一夹，然后家庭聚会你总归要打扮一下自己吧，还是那种大 T 啊，头发一夹素颜就这么过来了，就真的跟以前判若两人，真的结婚后差别太大了。哎呀，但是啊，这个没有关系，人啊不争一时，
要争千秋，不争朝夕也无妨，反正你迟早会出人头地。网友这边他们想要问女嘉宾，婚后你老公要你跟婆婆住在一起，你会同意吗？不同意，我觉得跟婆婆住在一起会很奇怪，因为你想啊，如果是跟妈妈住一起的时候，我会很随意的说，妈帮我拿一个水。哎，但是你跟婆婆住一起就不行的。对对对，来问一下婆婆的意见，好吧？来彩话。因为其实啊，我弟弟结了婚了嘛，然后他们就是他跟他老婆住在我妈妈那里嘛，所以就会有时候有一些小矛盾发生，摩擦。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我来说，我也觉得不会跟婆婆一起住。虽然我人见人爱，很疼的老人家，但是还是会有一点，怕有事情发生吗？好，来来，丫头，你觉得？当然不行啊！不行啊！因为我在家，我都是裸体光溜溜跑来跑去。如果跟婆婆住在一起，那还得了？重点是公公，真的真的。那真的不行。不行是吧？好啊，萌萌。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之间会小磕小绊的拌嘴啊，如果有家人在身边，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对，对，所以就还是比较麻烦。床头吵，床尾和嘛。对。好，来，我们现在统计一下，棒棒糖跟波波糖之间的累计票数，男生104票。对上女生的96票，但是网友给了30票，恭喜女生获胜。男生这边马上要进行非常恐怖的终极惩罚，现场的所有嘉宾朋友，你们通通要一起来惩罚，他们要来一个万派齐飞。投票开始。好的，各位，我们已经选出来落败的棒棒糖这边竟然有人得到7票！天哪，这么高票！7票高票当选，今天表现最差的就是啊，好没面子哦！陈汉典，我被电成这样子，然后又是我，来来来来，就是你。我们就不戴护目镜了啊！啊，请站到位置。哎，我很痛哎，我来，我们现场把你的派准备的，闭上眼睛，万派齐飞，我数1、2、3就准备要来了，1、2、3。可以睁开吗？你们不丢。生日快乐，是祝你生日快乐，哎，谢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要祝你生日快乐。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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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哇，在这里要祝福。录影的当天刚好是他的生日，7月6号，哇，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来来来来，先许个愿好了，所有人都身体健康。哎，然后呢，我们节目《开心相对论》哎，可以呢收视长虹，哎，点击率爆表，做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直到永远，好不好？第三个愿望，哦。好幸福哎！我会放在我心里面许啊。好，好，来，好的。今天除了我们在这里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场的，要献出他们的祝福。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听说陈汉典也有生日，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也很惊喜，就是汉典你生日了，原来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汉典。陪在 S 跟我的身边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永远都能够信赖他，可以让节目
气氛更热闹、更活络。然后我相信，钟宪现在一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看点陪着一起录节目真的很开心，从来没有觉得任何的任务是艰难的，从来没有推脱过带动气氛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演艺圈有陈汉典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当然在你的生日，我也希望你可以如你所愿的更加飞黄腾达，然后有一天我们这些压迫你的人都已经不在的时候呢，你就做大哥了。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好好的祝福你啊，希望你平安健康，然后拍到你想拍的戏，做到你想做的节目，生日快乐。陈汉典，你凭什么叫我祝你生日快乐？黄脸婆。陈汉典，黄脸婆，你凭什么？你黄脸婆，凭什么叫我祝就这样祝你生日快乐？陈汉典，凭什么？你讲的都是真的，句句属实。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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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恭喜我们汉典今天生日快乐！世界就会不一样，开心相对论，我忍你很久啦，不凡驾驭超会感，四海八荒最耀眼，感谢奇瑞瑞虎七 Sport SUV 驾控专家冠名播出，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思不散，谢谢。其实从这场节目里面，我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经历过以后的一些感受，让我从中体会到和能够感受到未来的一些变化，未来的一些方向。其实我们女生无非就是想让你给我一个态度来表达你是爱我的，让我放心的嫁给你。一个好的男人，有担当的男人，有责任的男人，他怎么能让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呢？你婚前是公主，婚后你依然还是公主。虽然我自己没有结过婚，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婚姻只是一张纸，然后只是两个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陪伴，只要你坚持自己曾经爱他的理由，我相信绝对不会因为婚姻而改变什么，只会让彼此更加的甜蜜，更加的幸福。一定要用心去经营，才能够幸福美满，才可以长长久久。本节目由不凡驾驭超快感，四海八荒最耀眼的奇瑞瑞虎七 Sport SUV 驾控专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赞助播出，口活健康，信赖三金西瓜霜。你对男女相处之道有深刻的体验吗？非常棒的狗血剧。你的情感生活有刻骨铭心的故事吗？十里春风吹死你，我也不回头。开心相对论第二季节目，广邀各界好男好女共襄盛举，成为素人嘉宾。我忍你很久了。或直接到节目官方微博报名。但是你绝对不能放纵，放纵就是放弃。结完婚之后，你们还要出去花天酒地、流连忘返，你们想得美。这都是我们正常的社交应酬。你一直觉得很好的话，为什么上次会有绯闻说你放手了呢？